总后勤部、北京军区海军、空军和二炮部队女兵组成的三军女兵方队，踏着雄壮的军乐走来。他们当中有海军陆战队的战士，也有军医大学的博士生。近年来，我军涌现出歼击机女飞行员、女师长、女特警等一大批优秀的女军人，为中国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、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做出了贡献。首都女民兵组成的方队是这次阅兵方队一道绚丽的风景。民兵是国家的军事后备力量，参加受阅的女民兵中有国家公务员、企业职工、社会青年和在校大学生，他们以80后、90后的蓬勃朝气，展示着首都民兵之花的巾帼风采。我国坚持和发展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，实行精干的常备军和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，寓军于民，军民结合，依靠人民建设国防、建设军队，不断增强国家战争潜力和国防实力，筑起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。